Damon， 你敢搁会记得你之前跟我讲的话？当然，我跟你讲过真侪话，不管是啥，只要我有答应你，我拢会讲到到，做到到。我讲过，爱我嫁乎你。我即马就当大家的面头前宣布，我的回答是 ：Yes, I do。到最后一分一秒，除了死的，无人应该来拼煞。为了要保存阮一家人，我必须要利用平轩，我绝对袂当让人心去怀疑，那么我绝对会失去。不过安尼做以后，一个不得手段的梁静川。一定想尽办法逼我跟人心离婚，后来连伤害人心的代志拢做会出来，我一定想尽办法拖延时间，找机会反击，想甲破坏我萧正燕的幸福，我绝对会加以赔。多谢你给我挖苦。我知影最近你因为投资的代志，心受足侪足侪压力，我嘛唔知影要安怎替你分担。啊，不过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坚强，你袂烦恼我。我的小刺猬，你嘛袂烦恼我。不管未来发生什么代志，这里一定要相信我。我的心永远跟着你一个，为着你，我一定会重新站起来。好啦，今天恁这种差，另外跟他休困。我来代理经理。袂我，我无想要醒过以后，我现只是一张空。我陪你，永远，我袂离开你的身躯边。你是安怎袂听我的安排？干嘛出国？我上无希望的，只是你予人看见。你无怪你家己骗婚，你颠倒怪我甲人心来甲你触碰，你的良心给我搞破去啊！小，无彩，无彩，我这段时间。一直在人心的面头前讲你的好话，我听你的话，我苦劝人心对我出国来去散心。我想讲，人心出国了后，
伊的心情若变好，你两个人的感情都会当恢复啊。想袂到讲，你自头到尾都是要骗我出国，你想要跟梁炳轩结婚？哦，等你我今日都交话跟你签名啊！可是你坚持要完成这个婚礼，我就跟你断绝我家的关系，我一世人永远不爱你，你这个后生。无需要为着这块人伤心，我会来这只是想要讲出事实。既然你想要娶别个查某，那你是不是应该是先甲我的婚姻先结束？从今以后，咱两个人所有恩恩怨怨就到这，以后就各人行各人。林夕，你这个歹看面的，你莫搁甲林夕姐姐搞搞底啊！你若是搁出现啊，我就把你拍死！爸，你莫搁拍！爸，我袂艰苦啊，我只是想要把代志处理好。小姊妹，拜托你，相信我一届就好。